持续或没有在两日内好转，请及时就医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打完疫苗后，持续配合防疫措施，才能远离病毒威胁。救生命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长老发育》。入法界藏，自无差别，正佛解脱，甚深广大，能随方便入于一地，而以一切愿海所持，恒于自具，尽未来际。这一段经文说明了正道的理，就是正道的佛的果了。谓之极，极者是呢，就是成了佛果之后达到顶点了，理法界之顶点。正了理法是以什么证入的呢？是以智证入的，这个大智啊，证入平等一真法界藏。像昨天讲是五种：如来藏、自性清净藏、法身藏、四卷上上藏，第五是法界藏。证了这个法界藏了，就是圆满究竟了。正入呢，能入者是自，所入者是理。无差别自是平等性自，正入了所具的真理，对，契合真理了。这个时候理和字一如了，一如了。但是要知道，没有能证的字，也没有所证的理，名和一体，名和一体，所以说没差别。这就是无相法门，能入之自无所若，所证之理无理可得，智即是法界，证的理也是法界，能所不二。能证之智跟所证之理，名合而为一体，一体。但是这个字啊，不是我们所说的平常的我们那个分别心那个字，那不是字，那是死，是不是？咱们上生前头讲过了，是大圆净字，大圆净字，因为它契合离了，离片故圆满故，字呢也圆满，也片故，离就是如。是如中不动的寂体，那么自为能入，如为所入，能入之自也是如，
说入离体也是自，自即是离，离即是自。最终境界是佛的境界啊，咱们讲的是佛的果德。没有如外的，还有自，能证与如，没有能所的。经上说等同一位啊，等同一位。但是字有个字没有呢？没有，字相近了，那这是光明也，光明的相近了，进入一体了。进了没有？能令相近的这个能，能令相近的这个能，这个能是什么能呢？这是那个圆满净智的那个能，能令相近了，没有了，相近没有，怎么能进入的？怎么能相近的？能令那个自相近的，还是不无？那这样子。相近了，不还有智慧存在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自相近故不有，能令相进入之进入的无相体的，好像是有，这个有不是有，这理智契合的意思，就是你的心呐、跟外边的景，心能转景。心能转景的时候，景同于心，景同于心。但是就深了说很深，就浅了说，就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那个对那个事情惯性的熟练了，你不假思索，不假作意，或者你东西搁哪儿，你信手到那就拿来了，没有个作意。义理啊，你可从浅的入深的，说自相近了没有，与理相同出一位了又不无，能令自相近的不无，自相近了不有，自是有功能的，它能反照着智，什么叫心经上不是讲吗？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个照，照是字。五蕴本不存在，那个空是理，是理。这个字啊，是不空，是说的真字。不有，是说的熟字。自相近了是不有，自跟理契合了等同一位，有不无，能令自相近的那个能令的不无，自是有功德的，有功德，它反照的时候是空的，不取于自，那不在这个自上起自作，这叫真实自。这个道理啊是反反复复的来说，等我们下头讲到那个论功的时候，可以能解释这个问题。因此呢，在景上，真常在而不耐，真片与熟，就是理片与四，那四恒是四，恒者长者不变异了，在另一种语言显示，字不耐寂而恒照，寂是定，是不动意，字是照，照是动意，
他不耐这个不动而横躁，动即无动。在这样的说，警世讲致识字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字跟讲或者字跟记是两个。警呢不耐熟替，常识是真的。字呢是不耐于躁而恒时记的，这个是寂静的寂啊。是不耐真而恒记，就是不耐真而恒熟，这样一个意思。而警字是一个呀是两个呀？非义，非义就是一个。警也空，字也空，空有不二，有无不二，又是一个。那么字记照的时候，字跟这个是照的意思，记而这字而常记的时候，记而常这字而常记就是照，照跟记两个融到一起，这字融于理，理偏于字，无差别过，就是理字一如了。要真理来讲是记的，要这迹象上来顺着迹象来说，熟体是流动的，观和照，观和照，观自在菩萨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前头是一个观，后头是一个照，观照互相顺的。咱们在大乘起信论呢讲这个意思讲的很多了，我那言语词句明显一些个，容易懂些个。这个经上的呢他这几句话，这经的意思啊这么一讲好像很深的似的，就是咱们讲的起信论的讲的是呢，就好像能够理解似的，你把那个意思完了往这个上的理解一下子，说我们在修所修的信心分中讲，修行信心呢你还得加上子和观，就是定和慧，起个信心都不容易，也得子观双运的了。你分析一切相，一切相不存在，这就含着子意，对一切境界相，观的是空意，完了又起观照，是照意，空意是子，照意是观，观照同时，观什么呢？观所有一切的因缘起灭。因缘的升起和因缘的消失，咱昨天讲个故事，昨天讲的故事大家配得上不？就可以这么配。因为人家骑马掉了东西了，他捡到了，这个都是事啊，是在字里头观照里头，他还给人家各走各的路了，没有了，这就记呀，这就是记。因为这是因，他种了这么个因，后来感的果，他本来一生该受苦的，该饿死的，他突然间因为这么个因呢，他转变了，把什么转变了？把他的因果转变了。人家说因果能转不能转呢？就是我们现在都出家了，我们的业能转不能转呢？
站在这里的发生了很多的业，咱把它都转了，举个例子说吧，你们大家都是比丘尼比丘僧，你们都没有男女姻缘吗？没有夫妇姻缘吗？他转了，他那个缘停了，他这个因升起了，这个果嘛，等你慢慢修吧，还没成。但是就这个因缘果，你可以理解了。我要讲甚深的，那这个因，出家这个因，将来你整成的成的佛果，不受你世间轮转苦难了，这不是转了吗？能转意，他不能转意。有的出来家里又还俗了，为什么？他业又发现了，他转不动了，说转转转的，碰到障碍了，障碍就停了，就不转了。你看那开车那轮子抬起来，好好转转，好出车祸了，我说撞到石头上，一下停了，转不动了。那业，你那业太重了，给你止住了，转不动了。法由心生，心由相转呐，你说相了，它就转不动了。在我们那讲起因论，怎么样修行止观，这跟那是一样子了啊。随顺毗婆舍那业，随顺，随顺毗婆舍那妙什么陀，对，随着这个止观的含义，不依行载，不依行载就是紧，又不依于空。那不依于地水火风，乃至不依于见闻觉知，不依气息，不依形象，不依色相，不依于空，不依地水火风，一切住相，所以你念头把它消除，不去想它，一切法本来也没有想，是你的妄念加上去的才有想，你把这个来往之相，来往之相，你不生气，你不生气，不去执着它，不去用你的见闻觉知去想那一些住相，没有这个念头了，那个相除念除，没有这个念头的相也就没有了，这就叫止了，就止住了。说在一切法本来没有想，一切法本身它有什么想啊？想是你给它加上去的，你在想，它本身并不想，你不生起心念，一念一念，念念相续，不生，叫他念不生，他不生也就不灭。你不随你的心去想念外边境界，外边境界没有，用你那个真心的观知那个观，除你妄想心这个妄心，妄除了，真也不在了。妄是对着真说的，真是对着妄说的。你除一边，另一边不存在了。当你没哪相，没有魔相，也没有人相，也没众生相了，那你先把哪相要除了。先从你的念头想起。你要心太散乱了，东奔西驰的，那叫妄心。你用你这个净念的真心指妄心，妄有大妄，有小妄，
用那个妄心轻的指那个大妄的，妄心重的，完了再用真指你妄心中的无念，指你的有念，这样子你就修行久了，说念念不生了，念念不生，念念也就不灭了，它也不随你心转了，外边境界是因你的分别，你分别境界下，越分别越多，越想越多，很简单，我想我们诸位都知道，如果你今天或者这两天有点什么事儿了，本来你得平平静静的休息啊，学习啊，家里头或者打个电话了，或者收到一封信了，妈妈还这个不治病了，住医院了，完了今天晚上你觉睡不好了，心里到家里去了，就不是在庙上了。如果你对着这种境界相有功力的，心有功力的，不被外边境界相缩短，收封信了啊，知道老妈妈有病了，哎，我念念佛给妈妈回向回向吧，用这个念头给她回向就止住了，不做第二念，不做第三念了，那但是得靠功力了。一切世间的纷纭诸相，收到一封信说骂你，要找你的麻烦，要跟你干什么，或者要告你，要怎么样子等等，你完了，你心就动了，如果你心里不动，没得是千分就随便吧，一望指望到时候再说吧，能这样看得破放得下都很不容易了，第一种。但是你心有功力了，一动好大好大风浪，我永远不动定的，不随风而起浪，这叫止，说你要是匹个静时住在静处，不依外边形象，完了也不依你的气息，不依你的气息，不依外边的形色的色相，不依地风地水火空，不依六尘境界，也不依于空，随便外境境界相，心止静除，心要止住了，一切境就出灭了，这叫以心出心，即无自相也无外相，无自相呢，你的念头，无自相是念头，你念念想到不可得，一切无所得，你念念不可得，就没有自相了，说好比我们说下了座了啊，上了座了啊，来讲了说了，这都动向啊，这都动向了，去来尽止言说，在这一切时常时这念，这是方便，这你随顺观察，天天上课到这个时候来了，大家也来了，咱就讲了，讲完了就下了走了，走了各回各的地方，这个寂静相来的时候是动向，走的时候寂静相，你怎么样来看，只要关照这个，只要关这个，这都是方便，咱们体上咱们心境上没有，没有，这叫方便，随顺这个观察，观察成熟了，去来行住坐卧了不可得，就这么大家的这个一切动向都是微心所现，咱们的心所现的，如果我们心住了，怎么住的呢，怎么来无来相，散了也没个散相，没个来去相，没个能说者，还没有听者，没有能说听者，一切都是因缘生灭，这叫因缘生灭，你观这个现象是
你心呢执着了，能只有无相。广修定的人心里容易沉默，修定的人容易沉默。修修的什么都不想干了。我看让我们禅堂的道友，我们经常连起来，他什么都不想动，翻经本、磕头礼拜啊，这圣事他不做，是连吃饭穿衣服都不愿意做了，定了沉浸，他唯有这样舒服，这样舒服。我们在那山里住的老修行，他几年也不洗个澡啊，你要剃头他嫌麻烦呢，刮个胡子都嫌麻烦。胡子很长，头发很长，什么都不管他了，这叫沉寂了，因为沉默，沉默了起来是懈怠，沉默了写的懈怠，懈怠什么都不想做了。这时候这心中呢，道力强的达到止相了，定相，定相。如果的心住的时候智慧增长，那他得心猛力，心得住。这是子的深沉了。这是另一方面说，心住本非住，就成变成懈怠相了，懈怠相什么都不想干了。但是定寂时候必须得有观，观叫方便，常常念方便。方便是什么呢？因缘生灭，一些善巧。这个子子顺于理，子顺于理。那思想猛力了，渐渐入定了。但是必须得有教义，得懂得佛的教授。我到了这种境界了，外边没有警戒，外边警戒像止住了，内心呢不起正念，不起邪念，都是正念。心不起念，当知微心，一切诸法心外无警，心外无警，警也是此心，这是没有自相，就知道念念不可得，这念头不起了，念念不起了。从坐起来进退进止，一切都无念，无念都在定中，楞伽常在定。佛是说四十九念法，没有说在定中。其数九坏刹那计，都在这刹那计的定中。但是必须念念不可得的修成熟了，心才能住得住，不然心得住得住吗？住不住了。因为心住了，这就叫渐渐入了三昧了。三昧。心止了，他才生出一种来，那个定的智慧，要智慧的关照，关照，关照一些诸法是不生不灭的。不垢不净的，这就是智慧。这个字啊，就是咱们所读《心经》那个“照见五蕴皆空”，他才能寂静下来。寂静下来，还得防止心的沉默，沉默，沉默就容易起懈怠。懈怠是什么意思？他也不行，大慈悲心也没有了。啊，要记一些助善法也不会去记了，远离大悲，说必须加上惯例，惯例，这叫惯例，就叫照，叫照，惯例就是照，照是那个生智照，智照。关于一切世间有无之法，不能久停在无德上头，
无德是无不德的意思。心行